哎，这病娇男主不行啊，要是我肯定比他猛多了。卧槽，哪里飞来的石头？恭喜你喜提穿越子！不要，我要回家。什么情况？这里该不是我昨晚看的那个？喂，狗系统给我滚出来！帮你怎么还慢呢？别走啊，我错了还不行？那个混蛋，你快放我出去！行啊，你走吧，管家给他找件衣服。遵命，少爷。喂，好帅哦！少爷，你干什么？我要贴贴。 是时候嫁回去了，花絮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们俩一不在，你就去勾搭别的小姐姐是吧？知道错了吗，宝贝？我们来玩个有趣的游戏，我就放了你。好啊好啊，你过来一下。你们两个老变态！